这螺旋粉碎机是一款适用于复合材料、研磨粉碎的机械设备，以低速旋转的锥螺杆为模具，推动物料前进，使物料与桶身相研磨成粉，最后推送出料。该设备独特的使用螺杆研磨，具有模具超耐磨、生产效率高、生产粉沉低、噪音低等优势。且出料调节简单方便，通过调整出料口大小即可快速完成成品粗细的调节。模具工作部件均镶有耐磨合金。 磨损后，客户可以在厂内自行修复，可以给客户节省大量的易损件更换费用以及停机时间与修复费用。该设备自推出市场以来，受到了复合材料厂家的广泛使用。